生命是永远的，但是呢，众生啊，就有叫做分段，一段一段的人生。那么，咱这个分段都有分段形式，凡夫啊，在这种的分段形式内面呢，也有一个隐形的性命，应该是说隐形的业力啦。恶的业吧，是绵绵不断，今生来世啊，就是带着这个业的种子啊，不断呐延续落去。也那是啊，会当及时啊，觉悟啊，造福啊，迄、那个种子呢，会当改善，改善了种子啊，又是慢慢啊，种子变化，累积了福的种子，就延续的未来。这个种子啊，就是叫做业。过去，咱对种子、业识，好亲像有一点啊，无法度通突破了解。现在啊，这医学啊，已经呢，慢慢一直伫咧研究啊。最近我定来听医生拢讲啊，基因突变呐，常常在咧讲，迄、那个基因应该就是咱在咧讲的业，这种的业的种子，咱的身躯内底延续到爸母啊，父精庙血啊，咱现在讲到的背靠啊，背靠中的心辛苦。我不是已经讲过啊，精子，精子不精啊，性处不精啊，咱的生命中啊，延续着过去，迄、那个不精的精子啊，甲爸母的缘来混杂，才照中着爸母的精血，安尼呢？在不正中啊，来成长啊，伊的依附伫倒位，就生在倒一个所在，这叫做依附，依靠迄个所在生活，所以生处不正。咱现在伫台湾，咱呢，大家人有这份的缘呐，依附当地的这个台湾的内地，国家扩较大去呢，同款伫这大片的土地，那这大片的土地啊，那就是叫做地球咯，世间地球。那么咱人人啊，不管你是生在多一个国家，无离开这个地球，地球呢健康啊，那么咱的生活呢，就会当在分秒中啊，安全过秒、过分、过时、过日啦，这是一个共住的地方。但是咱这当阵所看的，佛陀甲咱讲啊，国度归脆啊，是安怎山河大地国度归脆？那伫佛经内底佫讲，
行住坏空，进入了坏劫的时阵啊，这地球呢不断都伫咧破坏啦，这是坏的时机，所以大家人共住伫这个世间地球，时间呢是伫坏世间的时阵，所以这都是咱的依报。但是呢，伫共住的依报的内底啊，也阁有进步。进步呢，就是咱家己的成功。咱呢，到底甲什么地步来？咱结什么款的缘？然后呢，咱伫什么款的环境不断的成长？咱周围周边的缘呢，又是甲人结什么缘？伫家庭的是父母兄弟缘啊，那慢慢长大，读书哦，有甲同学的缘，老师的缘，那有的人慢慢长大起来的是入社会，有同事啊、朋友啊，等等的缘。各位，人生啊，业都是拢伫这个缘中啊，安尼呢，伫咧牵拖，牵扯不清啊。咱的习惯，就是讲习气啊，从过去不断延伸过来，这个习气，那好咱呢，甲这个周边的缘呢，不断呐、啊，伫咧。交结不清，好的习气啊，咱呢都结着真多的好缘。那好的习气呢，咱会讲好话啊，发好愿啊，做好事啊，不断的这个好缘累积啊，不是干那好缘呀，佮会当结好缘。这个福缘不断的累积，那么亲像阿弥从出生啊至长大啊，这种的正个缘啊，不断不断累积。面呢，就是歪言、恶言，那安尼呢，就变成了歪的经济咯，或者是恶的业咯，那安尼就不断地累积落去。这粒经济又是咱的进步啊，所感受到的苦不堪言。但是伫这里正复杂的过程中啊，无离开生老病死啊，爱别离啊，万千回啊，求不得啊，一苦，到甲咱现在，伫咧讲八苦中的第八种呢，就是啊，五蕴之心苦。五蕴，咱都讲过去咯。五蕴、五蕴都是同款啊，伊是一个在覆盖的意思。伊覆盖掉了咱迄、那个清净的本性。那有天然清净的本性啊，就是去和这个阴影来甲咱覆盖。所以，予咱发未出了呢，咱依附当顶啊。
这种清净纯净啊，会分析出来，这叫做五蕴，啊，甲咱覆盖哦，蕴真大哦，从所覆盖起来的呢，哪怕是真正的微细，伊还是同款包含嘛，无所不至呢，覆盖着迄份的真。所以因为呢不真啊，咱就无法度发出了迄个明亮的智慧，无了明亮的智慧啊，那就伫这一世人啊，烦恼啊，无明啊，不断不断做作啊，安尼呢就变成了生老病死，顶顶的苦难呢，累积再累积吧，真呢叫做即生，因为呢烦恼中再三生烦恼，啊，这个烦恼呢，好亲像烈火啊，伫咧烧共款，所以呢叫做即生，啊，真正呢熬热啦，所以咱人人。不管是伫个咧世间伫咧生活，或者是呢伫咱的身躯伫咧生活过日，拢嘛拢讲吼热灵热灵啊，哇过生气啦，热灵啊过生啊，也嘛是袂用的哦。所以啊，佛陀伫《法华经》内底啊，都甲咱做安尼的譬如有这段的。譬如亲像花体，三界无安如花体啊，这是《法华经》花体品的有这种的譬如。所以这个慧啊，就是譬如众生啊，在这个五种恶世的苦难哦，这个慧就亲像咱即马现在呢，在这个五种恶世嘛，那慧体啦，就是三界。三界是啥物呢？三界啊，那就是啊。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叫做三界哦。那这个三界的众生啊，为五浊八苦所见病，未当头得到安稳呐、啊。所以，亲像住伫大火体的内底世间啊。刚在土地的面顶，只要是不调和啦，真正是苦不堪言啦。所以呢，咱会伫这个五浊恶世中，那什么叫做五浊啊？五浊呢，就是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。这叫做五浊，五浊就是不干净的物件，也就是呢，真多真多烦恼业力因缘呐，汇合在一起，这叫做浊。时间的累积呢，它就有浊。何况讲哦，劫是长时间的，不是分秒的呢，是长时间无法度好去算，几年、几千年、几万年，
无法度好去算，所以笼统一句话叫做夹破，简单叫做夹，夹叫做时间。所以呢，因为时间不断的累积，从有地球开始，地球面顶真干净啊，自然的境界啊，时间不断累积啊。山河大地啊，沧海桑田啊，不断变化，不断变化，所以呢，境界不断变啊。那这个生物啊，不断不断生产，这种呢，这真多物件在你生的时呀、啊，有了主啦、啊，万物住在这个所在。不断不断生团如来呢，这个业啊如做如做，所以呢，这种不清净的业，在长时间的内底不断累积，所以叫做劫作。啊，劫作是对多来呢，时间的这个作业力的累积啊，是对多来呢建造。人的境界啊，境界呢？你的境界，我的境界，你的好言，我的歹言，那不断的牵扯不清，人的心不断，所以呢，变成了见造。所以人的这个观念境界呢，做了真多的业啊，所以境界分支啦。人甲人的中间互相争端，任何呢就是安尼开始，从家庭、从社会、从国家不断的任何不休，拢是一个境界。那这境界对多来呢？对烦恼，那真多的烦恼贪嗔痴慢疑，哦，无数人。的烦恼啊，累积在一起啊，所以就会造成了什么呢？众生，众生作烦恼，就是对人来嘛。人啊，甲大地一切的动物啊，都连接在一起。动物有甲动物互相相争的时阵啊，肉的肉。较弱的、强的来吞噬啦，看看虎啊，伫咧对兔啊，等等的，这嘛是伫动物界啊，互相残杀。水底的大鱼啊，嘛是吞噬小鱼啊。这众生呢，什么款的境界，还是呢，有了众生都互相。凶杀人啊！哇，佫较免讲了吼。哎，鱼袂食人，人确实会食鱼啦吼。那所以人啊，这个众生，这个人类啊，咱都知影讲吼，咱到底做偌呢？真多的业，无法度计数，所以呢，叫做众生作，众生作业。众生受苦啊！啊，所以呢，变成了民族。世间众生，无有比命搁较有价值的啦。人生来个世间啊，啊，无有命呢，也未作业啦。所以呢，矛盾的代志足多，所以伫这个民族。看看这个生命实在是足无常啊！咱人人是不是会晓呢？爱惜生命呢？啊，好好呢，珍惜咱生命的价值，利用咱的生命，这个来作为再度去。
世间太多太多的代志，咱也唔捌啦，也佫有真多真多呢。未来的业力呢，咱也佫未得见啦。咱是唔是呢？利用现在依教佛陀的教法，将咱呢这命好好啊来改再做吼，就这个性命来多做好啊！唔忙咱，伫这五浊恶世中啊，咱啊会当好制造一个清净的境界吼。这嘛都爱看大家人多心，心是有坚固啊。所以都只讲，咱都是伫这个三界来，欲界就是咱的欲心。色色界所看的一切一切有物质的物件，或者是呢，无有物质伫内心伫咧做烦恼的，这呢，咱这三界，该解说较简单，就是安尼吼。那世间的欲，世间一切的物质，世间人一切心内呢看未到的烦恼，这呢，拢是咱的三界内底生活伫遮啦。那就是因为安尼，咱就会造成了不苦。不苦就是辛苦、劳苦、病苦、死苦、爱别离苦啊，万境回苦，求不得苦，五阴即辛苦啊。这呢，就是伫这段时间，咱不断伫咧分析不苦罪。时间不断过去啦，从秒日点钟，日日子日过月，逐天咱都爱摒扫，唔只是摒外面的境界，上重要就是摒咱内心的世界。所以呢，旧的可以过去啦，新的呢，咱有新的心愿，咱。都要好好过去的要感恩，未来呢要发心立愿啊，行菩萨道这下当呢福慧双修，希望大家人要时时多用心。